让我用奶茶杯做的旋转木马，这样随时随地都能玩旋转木马了。喝完的果茶杯子踩掉一截，戳两个洞，筷子绑毛线穿入，底部加纸板封上。10厘米圆做旋转木马的脑袋，硬卡纸圆片穿绳子挂一些小萌物。贴上装饰，拉动绳子就可以旋转了。